别这么说，你又是为了谁呢？那怎么能这样，眼睁睁地看他死？包大少，哎，这附近哪能找到医生和药呢？哎，这方圆几十里，连个人家都没有啊！那倒有个垫子。 这事不太好说出口，都到啥时候了，有啥说不出口的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本来就这样嘛。那就劳驾你了。我啊，你好歹也是个郎中嘛，你这个好学子啊，你论的什么院院铺啊？我是少医，没给人治过病。哎哎哎，马大子，我觉得少少猴子讲的要道理了。医生。 手艺，他都是医生噻。人和畜生是一样的。哎，我听说人原来就是猴子编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从来没给人治过病。那你就笑美子做法教，哎，你就告他一回。告一回，告一回。你们俩人合着伙来整我呀？我要给人治坏了，治死了，那我不得给人偿命吗？ 不要你偿命，你就大胆的治吧。哎呦，我的大队长啊，你怎么能听他们俩的呢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别说了，兄弟，就这么地，我给你打下手，啊，用啥你吱声。老婆子，楼下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 我们人，把他救下来。是。 是来救你的，我们不是土匪，我们跟你一样，也是国军。我们没有骗你，他是我们特派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家是哪的？你是国军哪个部分的？ 我说你赶紧说呀！你不说我们怎么送你回去啊？我叫陆雪纯，是远征军第二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，这次是到前线救治所救治伤员。陆雪纯。 雪纯，雪纯，谁让你走这么耳熟？谁在叫我？真的是你啊！我是康健。 认识我了吗？
想到会在这遇到你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快给我说说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？队长，你快过来看看吧，小小快不行了。你们有伤员？是，我们有一位战友伤得很重。那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带我去看看。必须马上把他体内的子弹取出来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怎么取呢？去把我的药箱拿来。药箱在哪呢？在绑我那间房子后院的仓库。等等，再多找几根蜡烛来照明。好了。乖嘞，见过美的，没见过这么美的。看那小嘴儿啊，瘦白呀，啊，为什么瘦？你们在外边嘀咕什么呢？安静。吃得消吗？吃不消也得吃啊，救人要紧。我做过这么多手术，没有麻药去子弹头，这还是头一遭。只要能把人救活，走吧。
为什么不行？你的特殊身份不允许你谈情说爱。我什么特殊身份？你是地下党组织派你到学校领导学生运动的。我可以做到工作、恋爱两不误啊。那也不行。爸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儿子，你告诉爸，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个陆雪春吗？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像白雪一样纯净洁白。 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放弃他。这，我不明白。我们是搞地下工作者的，是与死神打交道的人。如果你不放弃对他的爱，你恰恰是在爱着他。我说的这些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 是的，敌人随时就会赶过来的。爸，我想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命令。是，抓紧准备吧。
林丈，是你们俩呀、啊？怎么还不休息啊？不累吗？不，可不。哎呀，不要弄屁事儿呢。来，你看，一句话让他说成两半儿了。哎，你三猴子，你说啥？你说啥？你说这话你就不害怕？好了好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来恭喜队长和谢队长来的。真真，哎呀，别恭了，不你，这结结巴巴的说不清楚，这还擦擦嘴。我年饭啊，队长，刚才那女儿长得真不漂亮啊。好快，说什么呢，队长？谢谢。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想什么呢？想的挺多。想那个女人吧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男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个个都是白眼狼。
在哪儿？往哪儿跑了？老谋子，你负责检查驼子，其他人跟我追。那俩货呢？那儿，哎，拿到我钱了。马一，马一，我叫你起来没听着啊？哎呀，好东西，还睡我。追劲儿啊，咋睡这么死呢？咱们把他俩背进去，我检查一下。你能背动吗？别小瞧人啊，在火星上我也经常背伤员呢。来，好了，走，回去。这是一把日本特种兵的专用匕首。这么说，铁定是黑鬼了。难道咱们一直在黑鬼监控之下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这次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严格保密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关键是，谁向小鬼子送的信呢？这个女鬼在咱们身边已经出现过两次，我已经让李万年去查了，现在少了谁？队长，特别人，就高望奎不在，他。你急么子了？又冇将事搞大过干你？哼，这可不好说了。来，你睁开眼睛，看清楚了。这猴子，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那谁到这儿来了？啊，那谁呢？二位长官在等你说呢。都没说，都没说啥呢？你小子可真会装啊！你装，咋装了？
这俗话说得好了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哪有人见钱不眼开的呀？我说华秘书啊，你这样讲就不对了。你讲我还差不多，你要讲我高大哥他，我说他怎么了？他不什么不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心啊可是隔肚皮的。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？高兴。好了好了，曼丽，你也少说两句啊。高兴。你还真敢打我呀？我让你打，你打呀，打呀，打呀！哎呀你，狗，狗掐死啊！把他俩给我看好了，我去去就来。是。坐下。啊，你坐下。我老实点，别乱动，打死。到底怎么了？那个哑巴，那哑巴欺负人，你看他把我脸打的！哎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看看我的脸啊！哎呀，不活了！这个闲事我管定了，松手！松手！有本事你自己把手抽出去！特派员，为了完成我们共同的任务，我希望你不要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故事黄小姐先找的事呢？放屁！你凭什么说我先找的事儿啊？就是你无凭无据的你陷害我高和高大哥。那本来就是这样嘛，那你倒是说说你那高大哥现在去哪儿了啊？我在这儿。睡觉去了。
能够一。别野了，快走吧。李副官，我想跟他俩谈谈，能请您回避一下吗？我说吕副官呢，陆军医既然让你出去一下，指定有他道理，你说呢？猴子，能跟我说说是什么情况吗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！快拿走，快拿走，吓死人了！快拿走啊！猴子和马一昏睡不醒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？这个事儿让陆俊仪跟你说了吗？我问过他俩了，他们说是喝了吕副官送过来的开水以后就这样了。他们喝水的杯子我也找到了，可惜这儿不能化验，所以在没有下结论之前，此事不要声张，免得大家互相猜忌，人人自危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。我想是巴拉格宗雪山的神圣，让我们又走到了一起。雪川，你怎么会被那帮汉奸绑到这儿来呢？五天前，我们野战医院到前线救治所救治伤员，没想到到达的当天晚上，就遭到了这帮匪徒的袭击。
小娘们儿啊，别着急，我会让你痛快的。后娘们儿，我就不信了，还收拾不了你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被压在了这里。 春归了，呀耶！